封方一怎么还没来？他不会出事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他说鬼子一定想不到他的行动路线。说的也是，给。中佐閣下，昨日指定部火事の容疑者。 調べました。一人の高いが高いです。誰？フォン？という通夜子。シナ人。通夜子のフォン？はい。昨日出勤を終えて司令部で姿を現しました。その後火事が出ました。奴はどこだ？さっき彼を見たのでここにいるのだ。捕まえ。こう申しろ。はい。 岡村です。はい。すべての出口を封鎖しろ。通夜子を逮捕しろ。 しっかりと探せ！いや、全部を調べろ！ 警備隊か？俺は岡村だ。すぐにここ包囲しろ。出口を封鎖しろ。
海大，海克，海克，我快，海克说。亚兹维克顿，海美人听着，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赶快叫信投降。万一出事了，快跑！無事です。なくしてません。なくしてないと。じゃあ何してくれんだよ。
多分派遣早くて反応も早い。盗む暇がない。バカ。こいつは何のつもりだ。你们快去找医生。好。冯翻译，冯翻译，老冯。老赵，我找到内奸了。老冯，忍着点啊，忍着点，坚持住，医生马上就来了。赶快给关书记发密电，武山根据地的内奸叫肖子平，保卫科治安股长，代号韩星。老冯，老冯。此时的萧子平心神不定，他察觉到关书记和沈英杰正在秘密实施什么行动。他们为什么要瞒着自己？难道已经怀疑到自己了？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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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参谋，前面就是湖山镇了，让大家快点，跟上！后面跟上！撤！撤！撤！王莹，走！哎，大鹏，我正要找你呢，沈科长去哪儿了？我还正要问你呢，沈大哥回来了吗？这什么情况啊？急死人了！我才急呢，那狗日子戴随昌他……戴随昌，戴随昌怎么了？沈科长把他藏什么地方了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正要问沈大哥呢，这么重要的事情可千万不能出差错。真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这个沈英杰，装神弄鬼的。防自己人跟防贼似的。哎，你别指桑骂槐啊，我要是真知道还能不告诉你吗？枪枪枪，欢迎。哎，李参谋，你怎么来了？黄司令对戴遂昌非常重视，命令我赶过来协助保护戴遂昌。哦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司令部的李参谋，他是我们保卫科的吴大鹏。经理。哎，沈英杰呢？他怎么了？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我们也正在找他呢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怎么能擅离职守、我行我素呢？我看他是吊儿郎当的毛病又犯了。哎，戴遂昌关哪儿？我去看看。沈科长把戴遂昌也藏起来了，我们也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了。藏起来了，岂有此理！这简直就是把残酷的对敌斗争当成儿戏嘛，玩什么猫腻啊！李三毛，要不这样，您先喝点茶歇一歇，说不定他马上就回来了。哎，我没那闲工夫。关书记呢？我要去看看他。行，我马上带您去。大鹏，等沈科长回来，马上通知李参谋。是。来，这边。走。撤！撤！撤！密电，内奸已查明。系湖山保卫科萧子平，代号韩星。啊，萧股长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小文呐，啥事这么急急忙忙的？关书记的紧急密电，速成地下党发来的。什么紧急密电？给我看看。你不能看，再说你也看不懂，这种特殊密码在湖山只有关书记一个人能看懂，连我都不能解译。
哎呀，跟你开玩笑的，你给我看我也不能看啊，快去吧。是。李参谋，县委大院就在前面了。啊。沈科长，你怎么从后面进来了？关书记在吗？在。关书记，苏城来的紧急密电。好，我正等着他呢。你先回去吧，把门关上。是。肖子平，你想干什么？杀人灭口。关书记，关书记，关书记，老快，老快，陈一杰，干什么？李参谋，凶手逃走了，包围院子，给我仔细搜。是。把关书记抬走。小松，把枪给我下来。是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是凶手？李参谋，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所有人都有嫌疑，尤其是你。我问你，你一大清早就失踪了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？我们冲进来的时候，这屋里只有你一个人，而且关书记牺牲了。姓李的，你脑袋残疾了？我怎么可能杀了关书记啊？李参谋，沈科长他不可能是凶手。他……那我再问你，那个日本俘虏，你把他弄哪儿去了？你把戴遂昌藏在什么地方？我现在不能说。你说不清楚就不许离开这儿，给我抓起来。报告，有没有？继续搜。是。快点，快，快，快点，给我搜。继续搜。给我仔细搜，那边看，每一个房间都不要放过，不要让凶手跑了。走，你别这样对沈科长。沈科长他走。姓李的，姓李的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！我和关书记出生入死那么多年，怎么可能杀了他呀？沈英杰，你现在是最大的嫌疑人，你只有把全部事情老老实实讲清楚，你才能洗干净自己。我拜托你啊，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呀？关书记肯定是被内奸杀死的，咱们队伍里有内奸，而且就在你我身边，我怎么可能随便讲出咱们的底细啊？沈英杰，你在部队就吊儿郎当、桀骜不驯惯了，没想到到了地方你还改不了这臭毛病，我就不信治不了你。
治你个头啊！我提醒你啊，现在戴遂昌的处境非常危险，如果保不住他，你要负全部责任哦。你吓唬谁呢？啊！黄司令命令我赶来协助关书记保护戴遂昌，现在老关牺牲了，这个任务我接管了，并由我全权负责，所有人必须听我的指挥，不得擅自行动，否则军纪处罚。你还真拿鸡毛当令箭，你把我放开，我单独和你谈。单独谈可以，但是我首先得见到戴遂昌，我要确保戴遂昌的安全后再和你谈。我不叫。沈英杰，你眼里还有没有黄司令？还有没有我这个领导？你少跟我打官腔，你刚到湖山来屁都不知道，内奸巴不得我把戴遂昌交给你呢，他好浑水摸鱼，轻而易举地干掉戴遂昌。沈英杰，你把我当成吃斋饭的了啊？连个狗汉奸都保护不了，我再问你，这戴遂昌你藏哪儿去了？我也再回答你一遍，现在不能说，把他看起来。哎，李参谋，你自己说的对啊，你就是个吃干饭的。沈科长，你是关书记的警卫员，可关书记牺牲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？我你说话呀。关书记让我当时给张连长送了封信，我回来的时候关书记就已经……你仔细想想，谁有可能是凶手？你身边有什么可疑的人？你怎么会一问三不知？首长，首长，我们把院子里里外翻了个底朝天，凶手还是没有搜到。奇怪了，枪声一响，我们的人就包围了院子，怎么会搜不到凶手呢？首长，我怀疑是内部人士干的。你是说有内奸？有没有内奄我不敢说，但是什么你说吧。我发现沈科长的行为非常的反常，我大胆说，向组织反映情况正大光明，就是说错了也不要紧啊。坐。谢谢首长。情况是这样的，昨天晚上鬼子来偷袭，我们好不容易抓了个俘虏，可啥都没有审问出来，今儿一早上沈科长就私自把他带出去枪毙了。哦，那你怎么不阻拦呢？我们不知道啊，也找不着他，到现在连俘虏的尸体都没见着。这么说这里边真的有鬼？首长，我怀疑沈科长是把鬼子俘虏拿去跟鬼子换人了，他的女儿被鬼子抓走了。胡闹，他连婚都没结过，哪来的女儿啊？他有个养女叫小敏。啊，这事我知道，那是老庞同志的女儿，老庞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。这么重大的情况你怎么不向关书记报告呢？报告了，关书记当时非常生气，他说沈科长这是拿原则来做交易，这样做后果非常严重，关书记还说会找他严肃地谈一谈。对了，当时小郑也在，你可以问他。沈科长，既然黄司令让你把戴遂昌交给李参谋，你就交给他嘛，你何必跟他较劲呢？我不能交。为什么？别逞能了。不是我逞能，是他刚到湖山来初来乍到，根本不了解情况，而且咱们内部有内奸，万一有个什么闪失，戴遂昌就保不住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急死我了。我比你更急啊，鬼子只给了我三个钟头的时间，时间一到小敏就没救了。什么？坏了。怎么了？关书记让苏长的地下党帮着追查内奸，关书记牺牲前用过密码本，说明他肯定收到过密电，你帮我看一下桌子上有没有。没有啊。哎呀，
王莹，李参谋请你去一下。哦。要说沈英杰和关书记因发生冲突而杀人，这种可能性不大。沈英杰毕竟是老战士、老党员了，他不可能犯罪杀人。不过他这人太狂妄自大了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个人英雄主义严重，在部队的时候就屡犯错误。我很担忧啊，但无论如何，一定要逼他交出戴遂昌。首长，还是您水平高啊，一下就把问题的实质给抓住了。黄司令真英明，马上把您给派过来了，要不然咱们湖上可大乱了，戴遂昌肯定也保不住。是啊，我要是晚到一步，这湖山的局面可就没法收拾了。首长，有您这颗定海神针，咱们心里面就踏实了。李参谋，沈科长他……啊，王爷，你来的正好。我现在命令你们，把保卫科的工作先顶上。肖子平，负责抓内奸，你配合我找到戴遂昌。李参谋，这不合适吧？执行命令。是。是。你在干什么？哎呦，我在干什么？你管得着啊？我问你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最好老实点。李参谋命令你在这好好反省，不许耍滑头。我拜托你啊，我一直在这好好反省。不许动！把枪放下，要不然我打死他。放下！往后退，西沈子，你杀了关书记，现在还想杀我？有种的，你就开枪！少废话，关书记不是我杀的。别动啊！来人呐！沈英杰逃跑了！沈英杰逃跑了！沈科长，沈科长，别跑，再跑开枪了！快，捂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走。快，快！你去那边啊！发现了吗？没有。你们这边取一点人跟我来。是。快！首长，报告，没有抓到沈英杰，他跑了。他肯定没跑远，继续搜。可是，就这么大个院子，我们都搜了两遍了。戴遂昌在他的手里，我们抓不到他，到哪儿去找戴遂昌？明白吗？是。报告，沈科长他跑的时候抢走了密码本。密码本？嗯，是关书记专用的。平时都是藏着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出现在桌上了。他抢密码本干什么？哎呦，小文呐，啥事这么急急忙忙的？关书记的紧急密电，速成地下党发来的。什么紧急密电？给我看看。你不能看，再说你也看不懂，这种特殊密码在湖山只有关书记一个人能看懂，连我都不能解谜。李参谋，事情紧急，我马上协助他们抓捕沈英杰。快去。那个破缸又脏又臭，谁会藏在里面？
俩有什么发现吗？没有。那你们俩还磨磨唧唧干什么？快到西院去搜。是。你们到那边去搜。小文，肖股长，听说沈科长谋害了关书记。是啊，没看我们正到处抓他呢吗？真没想到，我刚给关书记送过紧急密电，他就……哎，啊，对了，小文，嗯，你给关书记送密电的事儿，还有没有别人知道？没有，我就遇见了你，除了你没人知道。哦，那就好。我告诉你啊，咱们队里面现在有内奸，你又是机要员，内奸肯定会打你的主意，所以你必须要提高警惕啊。谢谢你的提醒。啊，小文，这个是李参谋让你赶紧发的密电，是给苏城的地下党。这份电文我没有办法发出去。为什么？苏城地下党是和关书记单线联系的，每次给他们发报，关书记都先编成密码再交给我发出去，密码只有关书记知道。哦，可现在关书记不是牺牲了吗？李参谋马上要联络苏城的同志，现在只有你知道他们电台呼号，要不你告诉我，我就会报给李参谋。他们的电台呼号和频率是绝对保密的，我不能讲。哎呀，可现在是危难时刻，我们必须马上通知苏城的地下组织。内奸随时会出卖我们，怎么，你信不过我？来来来来来，快写下来，啊，我去交给李参谋。关书记牺牲前用过密码本，机要员小文肯定知道情况。不行，肖股长，我还是不能写。哎呀，你这个丫头怎么磨磨唧唧呢？这是误了大事，你可要负全责的呀。肖股长，你说关书记牺牲了，由李参谋接替他的工作，可是我没有见到李参谋，也没有接到正式通知，我怎么能随便泄密呢？哎呀，我现在不是奉李参谋的命当面通知你的吗？这样，你带我去见李参谋吧，我得当面问清楚。哎，小文，小文，小文，那个李参谋正忙着抓捕沈英杰，没工夫见你啊。你不是说他急于联系苏城的地下党吗？为什么没工夫见我？你不能见他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能让你见他。原来你就是内奸，是你杀害了关书记。来人呐！小文，李参谋，李参谋，发现沈英杰了。他在哪儿？他一个人偷偷摸摸往东侧院去了。
我怕一个人抓不住他，没有打草惊蛇。东侧院，他跑到那儿去干嘛？坏了，钥匙在那儿，怪不得他抢走密码本。快，抓住他！哎，跟上！是，快，快跟上！快，跟上！小文，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一步，我保护不了自己，保护不了你们，我还算什么狗屁保卫科长啊！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苏城的同志查到了内奸，被他发现了，所以他才狗急跳墙，杀害了你和关书记。你放心，我对天发誓，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。沈英杰，赶紧放下枪，举起双手走出来。沈英杰，我奉劝你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再滑下去了，悬崖勒马，交出戴随昌，立马接受调查。放什么屁呢，我没有错，该悬崖勒马的是你们。沈英杰，你他娘的再不交枪，老子就不客气了。你不客气能怎么样啊，有种来抓我呀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，上，他要敢开枪抵抗，咱们绝不留情。是，走。娘的，太嚣张了，给我打！